Hello 各位，欢迎翻到嚟七二一版嘅六宝石，咁我哋而家继续啦。咁上集咧就讲到咧，我而家要打道馆啦。咁我而家只重咧都非常之劲啦，有20呢咁高啦，呢只嘅爆弹啊。OK， 咁就系加工减特防啦，然后技方面咧就加咗招咬住，咁另外都应该冇变到啦，同埋呢啲浅踏咯，好似之前上一集有冇咧，我都唔记得啦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啦，嚟啦。咁我哋呢一度呢一啲訓練家我全部打過啦，用嚟練嘅。咁原本我就諗住練嘅，但係我就冇撳到啊，因為想睇下即係第一次打呢個道館嘅。咁所以我係睇咗第一隻嘅啫，淨係就係大岩蛇第一隻。卡之館主嘅道具啊，因為咧想要實戰中驗證啊，喺學校中所學嘅嘢，然後成為咗館主啊。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用啲咩精靈噶？我用一隻精靈嘅啫。我記得佢第一隻係大岩蛇，我覺得我應該會輸嘅呢度。我哋咬先啦，咒语，你个噪音先啦，咒语，咁咬应该 OK 啦，而家咬咗佢 ，OK， 可以唔好食药得，喂，唔好咁啦，我已经唔系好劲啊，你仲食药？嚟啦，第二只咩咧？太古雨虫呢啲都顶得顺，击落，暂时嚟讲冇咩特别啊，好，我就咬死一下，海龟黑白嘅。冇错，喂守住我条口，喂唔好咁，喂又要咬住佢用，哦 ，OK 应该打得赢，打得赢，好仲有三只，再嚟噪音先啦，嚟影翻身，咬佢，潮不避啊，我想要啊潮不避，哎电磁波，咬佢，哇大剂，喂死啦，死埋，哇唔得喎，好劲喎呢一个。佢嘅隊都唔係廢喎，雖然係因為得我一隻，得一隻重嘅關係啊。嚟啦，咁應該打得贏嘅，我覺得用回音會唔會痛啲咧？唔會痛啲。咁接用噪音先啦，噪音然後咬佢，咬佢因為冇呢個屬性傷害，真係唔會減翻半，咁所以咧就用招惡技咬佢啦。但我觉得应该都是会输的。海龟接用这个噪音啦，然后我们再咬它，喂不要这样，这只都是噪音啦，喂死埋了，不得，打不赢，用一只，用一只精灵打不赢这六个道，这个六只重的馆主。咁我諗应该都会升下呢先啦，因为喺道馆度升呢，因为我得200蚊啫。咁其余呢段时间应该都係快飞㗎啦，冇错啦。好，今次有机会赢啦，而家剩返两隻重啫，咁我哋就25呢，而家升到，好唔好你噪音啦你。咁佢就一定用电磁波嘅呢度。食药然后咬两下佢就玩完啦。应该赢㗎啦，咁好。玩到26呢真係。咬死佢。靓波囉。赢啦。岩石徽章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可以行啦。咁边度唔好挡路啊。哎等等，唔好抢我袋啊。这个就是看了几十万次的这个抢袋事件，那我们帮他做完任务呢，他就会给回个精灵球的，如果没记错。所以超级球电电虫我们不需要了。土黄犬这里都加了东西，我记得这只东西是这个人是不止是得一只虫的，不会有两只虫的，是得土黄犬的，就没有那只鲨鱼。好，俾翻个包过佢啦，然后就同阿社长要帮佢传送信啊，送俾大吴嘅送信系啦 ，OK， 咁就要打俾呢个董事长啦，打俾呢个社长 ，OK， 好啦，咁我要翻去做嘢，咁我哋而家可以落去，打对战喎 ，OK，
几多只啊？三只。好，应该唔够我打噶啦，呢个呢条友。我识个26咧，点会赢到我啊？踩死佢！阿念，话时话咧，呢一段片出咗嘅时候咧，应该新一集嘅 XY24 应该出咗啦。其实大家如果有睇嘅话，你会觉得边个赢？其实老实讲，我觉得咧呢、這个小智咧，虽然赢面好大啊，系因为但系会唔会剧透咗呢？唔紧要啦，上集我都有少少讲到噶啦。咁佢就有三隻重啊，咁边三隻呢就唔讲啦。咁而另外另一个对手就有两隻嘅，咁有一隻呢就系、是、对手呢就有一隻系差唔多满血状态嘅，因为见佢呢都冇乜点打到，而另一隻就神通力，可以学呢招。好，神通力有用啊，可以打格斗嘅精灵。我头先讲到边啊？就对手有隻系差唔多满血嘅啦，另一隻咧就系中咗少少技，咁所以咧系二打三嘅情况，但我觉得都系小智会输咯，其实，因为对手实在太劲啦，我觉得阿小智应该冇办法赢到佢咯，除非呢个官方真系想俾小智赢，我觉得嚟啦，咁你有呢个洞，呢、這个洞我黑住都打都识行，其实嚟啦。但呢个洞会唔会有我想要嗰啲咧？但好似又冇，应该冇啦。巨金怪我都唔记得喺边度捉，其实好搞掂，整埋呢个口袋嘅领航。究竟我可唔可以咧喺直接打呢个道馆咧？而家27咧，咁暂时嗰个路线我都记得嘅，好似系咦唔系呢边，呢度向上行，再向上之后向左。OK， 呢一度就系管主啦。好，神通力，咦我哋几劲喎呢隻嘢，其实好保护咗，定系其实我升得高叻得滞咧，佢已经打唔赢我咯，因为我只系用一隻重嘅啫，咬死你啦！顽皮熊猫就系怕乜都唔怕的，我净系可以用格技普通技打佢。滑头小子好似要用普通技打啦，唔记得系咪哦系隻嘢。哇大镬死啦！我俾佢黑住啊，其实呢个格斗系再用超能力啦，好机会有机会噶，一嘢搞掂，好非常好，哇我都估唔到呢只咁犀利喎，打呢个道馆都唔错其实。好啦，咁我哋讲翻呢个 X Y 先啦，咁所以我觉得咧小智系会输俾个对手嘅，咁话晒个对手应该都旅行嘅。嘅时间应该都多过小智啦，同埋都大过小智嘅嗰个人应该睇上嚟佢好成熟咯，可以睇得出佢嗰啲嘅招式啊，一啲嘅谂嘢嘅事情啊，完全系小智无法比。我哋而家要去船厂，我而家感觉上咧呢个版本虽然系721，但系嗰个难度好似冇乜变，即系都系净系加咗精灵，咁但系嘅话咁就冇咩。冇咩呢个难度噶咯，然后我哋要俾呢个船，然后攞翻呢俾个小偷技我呢一度，然后就打呢个水蓝团，马路水雾就跑佢，行路草超能力，烂泥踩，搞掂，超音符。踩啦，再小脚都系踩啦。我哋应该要加个难度，如果唔系咧，太易玩就冇咩意思。我打721，好 ，OK， 又系呢条友啊，懒系嘢咁啊呢条友。咁但系暂时嚟讲，我系需要游水噶。我嗰只重我都唔知道有冇得游水。你杜鹃，我哋向上行啦。跟住又交个电话啦，正烈啪啪，喂有三个攻击嘅咩？正烈啪啪，踩佢，我搞错，逼我用神通力，唔紧要啊，都唔系废技，搞你 ，K
其实我觉得呢个 XY 嗰个嘅华丽大赛，我唔知系咪叫华丽大赛啊，系都唔差啦，都几好睇嘅，同黑豹好似冇华丽大赛嘅，就边个版本有呢，就好似系宝石版有啦。然后小光啊吓，珍珠钻石都是华丽大赛噶啦。然后黑白啊，艾利斯唔知点解冇嘅，可能佢系因为管主嘅关系啦，净系打管主已经好忙，就冇办法抽身去打华丽大赛可能。然后系咯，几好睇我觉得。然后我哋踩佢啦呢度，一个就好似。珍珠钻石其实都好睇嘅，就一个打道馆，一个打华丽大赛，两个嗰个目标都唔同嘅，所以你会见到咧系几好睇，有两个嘅角色俾你唔同嘅呢啲嘅目标啊，可以睇唔同嘅剧情咁样咯。喂，大镬啦，寄生种子，超能力，小火马，然后下一关应该玩完噶啦，我觉得。下一关是雷道馆，而家喂柯欠打，其实会不会一隻打赢咧？我觉得应该唔会吧。细胞仔，希望四天王嗰度会难打啲啦。如果唔系真系闷到抽筋。卡斯咬，哇真系就死咯，沙咧七血。哇！呢只得意咧，得意嘢啊，柳木妖啊！好，然后我哋回血先啦，然后直接打道馆啦，又要同呢个咩小光打先，咬死佢！哇！原来我沙咧咯，可以完结呢个比赛，真系叫走人啦！我觉得应该差唔多进化添，嚟啦！首先呢度踩 ，OK， 然后系啦，要同呢条打先嘅，如果唔系佢会挡我路嘅。踩佢，踩佢，哇，麻痹咗，难呢个嘅泥雨，多雷收，我入去啦。咁我估计嗰个管主应该系有好多雷虫啦，可能有嗰条鳗鱼啦，嗰条鳗鱼就系黑白嗰条鳗鱼 ，X Y 都有嘅，就系嗰只嘅蜥蜴嘅，踩，哇好痛，我都22咧中电技，哇入电鬼啊，好在我有镬技啫，影分身，咩嚟样神通力啦，踩好似好啲啊。32咧啦，小刺怪就超能力啦，我打唔入喎，大剂套音先，然后咬住，哦死埋，唔得，佢只小刺怪，我唔知道用咩打，应该系套音然后用咬啊 ，OK 嚟多次，今次应该 OK 嘅，高速星星，电球。小智嗰只嘅比加超成日都用我哋招电球，但系喺 game 入边嘅电球就麻麻地啦。如果冇记错，电球嗰个伤害嘅计算就系、是，好似系计速度啊，比对手嘅速度更高咧，就会高攻啲。好，喂，唔够打喎一只，得谂下先。呢一度附近有冇我要嘅咧？或者我哋可以睇下呢个嘅潮北鼻喺边度捉？潮北鼻。咦，系头先我洞度有喎，原来，哇，咁我咪真系行咗好长条路，唔紧要，我哋去攞单车先。马克智人车 OK， 咁样就有两个单车啦。然后我哋就踩单车翻去啦，系啦，咁应该会飞一飞嘅，然后去捉呢个潮北鼻。好，潮北鼻在此，咁我谂应该一下死，咁我哋掉精灵球啦，慢慢掉死佢。因为变咗无限呢个版，唔知点解咁，但系唔紧要啦。反正我应该都有钱啊。好啦，而家捉嗰只潮北鼻啦。潮北鼻降系精灵无法逃脱啊。咁有咩用啊？哇，呢个数值真系25防。好，
咁我哋而家应该要翻去攞學習装置啊嘛。钢系，咦？钢系应该學到地面技嘅，应该都有啲用嘅，打呢个雷道。咁我要翻去攞學習装置先。我而家咧就系攞呢个學習装置，然后打紧训练家，然后咧听到一啲好特别嘅嘢，咁啊大家可以听下啦。而家好听下啦。系比卡超咧，系会发出自己个叫声，就系比卡比卡，系啦，好得意我觉得，因为比卡超之前唔系呢个叫声啊嘛，喺度唔知嗰啲声嚟嘅，即系土感嗰啲声。哦，五只比卡超，系冇比卡比卡 ，D 球，好嚟啦！我而家要去先来回血先，因为我只嘢中咗麻痹，然后我只潮不痹咧系学咗电磁波嘅，应该之后会有用啦。海星星俾佢黑住啲咩度？电磁波先。如果系冇水技就啱晒嘅。滚石，滚石，滚石系咩技咧？等睇下先。海，哎，宝石海星。哇，大镬！今日一血，即刻换重先。痛到黐线啊！俾佢打中，用水重，用水技打中真系。咁而家我只潮不痹就15叻啦，咁暂时应该打唔到道馆主啦。我睇先，50威力，咁睇嚟系啲落石之类咁嘅技。好啦，咁如果冇地技嘅话，应该好少机会会出到啊潮不痹呢只虫嘅。15叻，要慢慢系咁落石，落石砸死佢。喂呀，电磁波！瞓觉几好，我招瞓觉先，我招瞓觉解呢个状态，然后冲击，哇！瞓醒已经扣咗咁多血啦，又系啦，滚石，滚石，好，咁我哋而家去打道馆先啦，打埋呢个训练师先，打双打，因为而家超不备唔够抽。哇！系袋龙喎，先用滚石打佢先啦，然后呢一度用神通诶浅踏，不如用下马威镇住添。灯眼 ，OK， 搞掂，全部被17啦已经，好快手 ，Go， 用食收呢隻我都冇乜点用过，负电化更加冇用过添啦。其实我唔明负电啪啪嘅作用系有咩用，喺如果真系要用嘅话，用呢只精灵。如果佢系唔系双正面啪啪同负电啪啪一齐上场咧，佢系唔劲嘅，因为佢个特性系正负劲要上场先劲啊。咩乘 1.5 啊？长耳兔蛇应该系啲咩假蛇嚟？好嚟啦，咁我哋打多一次，如果打唔到咁就等下集翻嚟打啦。我相信应该 OK 嘅。蝴蝶啪啪，噪音，浅踏，踩威，已经冇乜血啦，我咬佢，哇一下咬到佢啊，咬到就嚟死咁滞，面面就系电羊，哎呀中咗麻痹添，小事怪，噪音，噪音，然后咬佢。唔得啦，顶唔顺。我用咩技都扣唔到佢血喎，应该。滚石咧，唔得，打唔赢，暂时打唔赢住。咁我哋今集去呢度先啦，咁我哋下集翻嚟继续打呢个道馆，或者可能去左边升一升咧先。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见啦。